同样神秘的还有郑秀文与许志安，两人宣布复合之后感情日趋稳定，港媒更不时报道两人的结婚大计。Sammy 跟安仔在香港为人熟悉，每次恩爱拍拖都难免被人认出来。为了逃避媒体，这次 Sammy 和安仔改到浪漫圣地巴厘岛拍拖，没有想到回到机场也被媒体逮个正着。港媒盛传安仔此行是向 Sammy 求婚兼预知蜜月，跟报道所指他们将于年底结婚的消息也相当吻合。